月十日接获本桥聚众斗殴情事，立即派遣优势警力到场查处，协助伤者就医。经专案小组查缉，锁定五台涉嫌车辆，并于隔日追缉伤人之曾姓男子到案，并陆续查处双方犯嫌到案。全案以妨碍秩序、杀人未遂及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。